哎，那我是 KDS 三那个，那时候我在用那个水的那个 bug 处理那个水的 bug， 然后后来就是你把水的画质调到最低，你就看得到水。啊，调完之后回营地之后呢，就看到那一只浮尸兽。盖到这个地方之后，我发现几件事情，就是你的营地如果突然消失，就是被怪物干掉的。然后你回去发现有怪物死在上面，就是被你的营地干掉，他们就这样。那你的营地要怎么干掉他们？就是他在建造炮台或是那个防御的墙的时候，他有那个盾牌说你加多少防御。你的营地防御落越高，你出去的时候或是你下线的时候呢，营地就不会被打爆。哇，就这样。OK。哦，这台我修好又扣血是不是？哦，没有，那是后面的发电机。我们来看一下。哦，有了，有尸体，他们又打过来了。哦，这一次是狂尸鬼。那基本上这一台没有用，因为我没有给他电，一个尸体而已嘛。然后，哇靠，墙壁整个都爆掉了，真的。我做第二层了，这边都爆掉了。等一下再来看，应该是上次没有修完。对，我这里还有一只，应该都会有三只。另外一只在这里，好，找到了，然后就三只，大部分就三只，这个我先修一下。以前不觉得混泥土很重要，现在混泥土好缺，我也没什么在捡这个东西。这个有没有？它就产生防御二，散弹没有作用，是因为我没给它电，然后它防御产生十二。你的防御营地越高，对不对？你进来的时候，或是你出去，这边还有两个木板门。啊！被打爆了，切！你不是我觉得怪怪的。然后我两天没上线，又爆了那么多，对啊，真的好危险。你，然后我的火箭筒呢是双弹火箭筒，可以再多一发的这个哦。辐射开始来了，我们打墙壁好了。那我这个变色龙呢，感觉上它这样子好像有夜视功能的样子，也还是会被发现。你不会现身，但是他们会警戒中，开太多枪他就知道你在哪里啊。因为我又不是很喜欢装消音，他有时候你知道你就不小心，哇，又爆一次，真的很刺激耶。不要修好，就是看他一直爆这样啊。他有这个伤害会让我怕怕的，不要像那个之前有一把奇怪枪，不知道叫什么去了，打起来不是伽马枪，就打起来怪怪的，也有双属性伤害，打起来没伤害一样。射几发看看。哦，我觉得有点危险。那另外一把比较神的枪是这个，这个很神哦，不知道在，这很奇怪这一把枪。你看，我们先打，我们先打一发。好，你看他捋到的时候，我还不能停，真的我不能停，你知道吗？哦，绿色的，好，这可以。我打出去如果是红色，我可能有点不太想用。四代是因为知道有蓝色，所以都一直把我的雷射步枪改蓝色，只要是那个配件会红色，我都不会去改。好吧，现在好像也不能改哦，就是缺螺丝钉，缺。对啊，那算了，我们就拿着小枪出去玩了。对啊，太晚拿到了，真的。那想要不要揉掉？那时候我跟我爸在逃命，然后也不晓得是打谁打到了，就看到我身上突然有这个化学公司。对，我讲错，对，这个化学公司才会掉，那个宇宙脑膜掉核融合核心。宇宙脑膜是那个数码宝贝那一个，那一台叫什么去我也不晓得，就长方形的，怎么去形容它我忘记了。那时候买二代，对。你如果食谱呢用得好，会养出什么骷髅暴龙，是不是？说完忘记那一个了，那个暴龙全身都是骷髅啊！如果你养一直养不好，还干嘛的？放任它，然后随便大便偶尔清那样子，它就变很常变成宇宙脑膜啊！它的武器就丢大便啊！那一只好处就是很耐打，什么天使兽啦、钢铁豆兽啊，因为我那一台二代嘛，都可以弄成那些怪兽。
啊，那种可能跟人家打一打就死掉，不然就生病，很容易，真的打个十场就挂，养那么辛苦就挂，又宇宙脑膜最耐打。我那时候就从这边走嘛，看到这个工坊占领之后，那边附近有很多那个虫类的怪物，那应该是他们掉那个90%重量的核弹，应该是他们掉的。然后我们原本要逃命的，那经过这边好像有裂隙，所以我们在爬坡的时候，这边打了一只，对，所以我们逃到这个。啊，那一天晚上的苔藓阵呢，就是很苔藓，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很苔藓，很晚。然后我们从晚上一直跟那个浮尸斗打到早上，打到黎明。然后爬坡的时候，在那边又遇到一只。好，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负重，不能传送，所以一路就这样走。对，因为离我营地最近就这里。组队，那我有一张卡片，就是我还没点那一张卡片，我在模拟器看到的。那假设这个治疗针插下去可以补100滴血，那你一等级的那一张卡片一等级可以帮你的队友补50%。然后两等75%，三等的话就是你插超强治疗针，他每次跟着一起吃。我很久没有这样看了，因为我的灯光调成这样之后，这边就整个很难看。早上9:30，哦，还好耶，这个天气我真的觉得很赞，真的。然后结果你飞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天气很糟糕。我通常出去战斗都一直塞在那个动力装甲里面哦，因为你知道很脆。是我上得去吗？看一下。哦，可以。不晓得，把它涂蓝色，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好了，改完了。蓝色，这个涂装搞得有点像玩具，你知道吗？好吧，没关系，先用哦。神秘人物呢，他有时候会怪怪，就是。哇，晚上都这么好看哦！之前白天来觉得也还不错，有狐狸，我记得对。他有时候神秘人物出来就这样，然后就站着，就这样，不知道干什么。没关系哦，不影响，不影响。哎，就你哦。呀，是不是还有别字？真习惯，没关系，就喝。他是不是长得怪怪的？哦，他就是那个掠夺者嘛的装备，没有错。我那时候啊，不晓得他就是麦迪根。我爸跟我解任务不太一样，我是解比较靠世界之巅这边，他是解左边那边，比较靠红人企业那边。那他可以点这尸体，我后来才知道说这是麦迪根。Hey, you, whatever your name was, you got those key fragments for me? I'll take those for safekeeping. There's just one more little thing. David, he had a mistress named Rosalind.She wound up doing something stupid out of love for the man. Tried to lead a raid on Charleston on Christmas Eve so she could bring him back something nice. Got herself killed in the process. We never were able to recover the body. I would have gone to do this myself, but, well, it's personal. Now, in order to create the cash master key from those passwords you got, I need the holotape program she had with her when she died.You might have to look through the town's records to find out where they buried her body. I'd start with the Capitol building. That's the last thing, I swear. Then we're golden. Meet me at the cache in the basement of the ski lodge when you got that holotape. 啊，我都没按呢，走。
他就自动帮我交任务了。Hey, it's fun to watch you work. Makes me yearn for the days I was out there maiming unsuspecting survivors and blowing shit up. Ah, good times. The sooner you finish up and get back here, the quicker we'll both profit. So, get to it, will ya? 现在下雨，好吧，我们先出发去他讲那地方在哪里。他有时候没有标示清楚，我可能又要下线。哦，这里哦，哦对哦，好，我们就从湖畔小屋顺便去这个地方好了，没去过，然后这样来到这里这样，这看起来很像是不知道什么，是吧？嗯，是这边吗？诶，是。他们在跟老鼠 PK， 西侧，我一直搞错。这边就是那个不知道什么湖的后面。好吧，我从下面逛好了。这把枪啊，对，忘记改装，没关系。哇，超大的，这让我想起那个。火线猎杀那一个有个水坝也长这样，很大这样。T45就是他的头，就是下巴那边很怪。哇，还不错，这一套涂装现在这个光这样渲染下去还不错。我当初真的不晓得我买这干嘛，就买。我觉得 T45 的脚也不错，我有在想说到底要不要混搭。然后现在下雨真的还蛮好的，真的。我爸说他以前收听那个不是收听广播，就是那个收音机的时候，然后他说一听到说在报气象什么的什么，我忘记他怎么讲，他说外面有下雨，他就冲出去，然后就去淋雨这样子。当然现在是不建议啦。哦，从这里哦，真的是想不到，真的，这真的超屌，这里都没怪，好安全。Welcome with Airport。这边是机场吗？哦，维德机场，我在这里。铁管左轮我还蛮喜欢的，但是就是那个伤害一直没办法上升哦，很尴尬一个状态。嗯？哦，这个要拆掉，它也不能摆在家里啊。你把这个东西丢在地上之后呢？要不然它就变成一个纸袋这样啊，闲晃太久了，从四个电池变两个电池，就是边走边拍照这样，边看风景。那电池越少我越危险，我是穿皮甲类，真的不好打。如果遇到那这三十几等的刷赛啊，它换天气之后就变这样了。真的，他那个 T45 那个嘴巴真的怪怪。Oh shit！ 用过之后就回不去了，真的，你就不会想用点308了。哇，这边真的超大的。这水坝还蛮好玩的，从这边走上去的话是会到哪里？哦 ，Holy shit！ 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扛棒，好吧，跳下去。我爸以前刚新手的时候，他有来逛这边哦，乱逛，然后这边有那个 ，OK。I see you made it into the city. Well, there's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
if it isn't already painfully obvious. Charleston got flooded in a bad way. Oh. When David learned they killed Rosalind, he took the mini nukes we'd stolen from the Brotherhood of Steel and rigged them to blow up the dam. Damn near wiped the entire city off the map. Last I checked, the Capitol building is still standing. If any place was gonna have records of any of this, it'd be there. Here's hoping you don't have to dig up half the town to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Oh, 首府大学。第一次听到。哦，对，这声音不对劲，这就那。哦，找到了！哦，这里还有人哦，真的假的？我就知道，很好玩。Please wait for your number to be called. Overseer's log, Charleston Capital. If automation still rules West Virginia, then Charleston is the heart of the machine. Bureaucracy still pumping away without any people to serve. There's a lesson there somewhere.Dealing with these terminal systems like it's just a normal day in America is somewhere between disturbingly comforting and completely insane. But there's a lot of secrets in this old capital that we'll need to find. Interrogation of one Jane Doe, sole captive raider in custody after a deadly attack here at approximately 10:30 p.m. tonight, December 24th, 2082. Girl, you and yours got some nerve. On Christmas Eve, no less. Now I'll ask again. What is your name? Fuck you! That's F as in Frank.You was in... If that's how we gotta do this, then that's how we do it. Now, cut the crap, or he'll hit you again. Oh, that's rich. You think this is a joke? No, you're gonna answer for it. Nah, David's gonna come for me, and when he...out of this cell. You'll send me off with a big bag of Christmas goodies to take home to my David. And maybe we'll forget any of this ever happened. David, huh? So we got David Thorpe's what? Your friend here? You know, he's the guy who killed two very brave and selfless responders who went up to your resort up there to offer help way back when.Well, gentlemen, I think I know how to finally draw our number one most wanted outlaw out of hiding. You wouldn't! You won't! He'll kill you! He'll kill you all! You just wait! He's coming for you! Keep her locked up. We'll worry about finding a way to send a message up there tomorrow.哦，在这里哦，找了那么久，我以为这是通过检查点还是什么的。先看一下他讲的是，哦，修好它就可以了。火箭筒哎，真的假的？电浆机箱都有了，这么好，重型武器一次拿两个。哎，门童。Greetings. Do you have a claim ticket? 哦，你看，你看，对吧、啊？
有白泉站有些人卖东西，然后你就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买的，或是我帮我爸看一下他有什么可以用的，就先帮他买。像这个负重90%，这个我就可以帮他买，重量8，他比我消防斧还猛，对吧？多少钱？好，我买这个来玩啊。对，不错不错，他比我的那个消防斧还那个，还痛哦。我消防斧79嘛，那。全明星球棒759，哎呦，怎么抓下去没有那个声音？对吧？没有像锤有那声音呢。那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Fallout 76》，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拜拜。这就是很衰的地方，回家这边还蛮危险的，先采收好了。哇，墙壁被你攻破了吗？先不要杀死怪物哦。我觉得最近越来越那个了。先看怪物会不会跟我一起打比较好。啊，按错了，谢谢。虽然是写95，可是有时候好，对啊，就好像没有打中，也没有，就很怪。最近是不是也 bug？ 暴击的话一定是打中。这边也挺麻烦，就是说，那个没什么空间让他下来，他就不太想下来，他就会一直在上面飞。我果罐头没了，切！哎，还有啊，对啊。哇，真麻烦！我在想有没有什么防空炮之类，应该是没有。还蛮好的啊。爆炸通风口这是什么？哇，这是什么东西？好啦，我家又再一次摧残了，然后
这个一定要修，你下线一定要修。难怪有时候我回来都会有那个浮尸兽尸体躺在这边哦，就是可能电脑计算，然后我赢了还怎样的，还是他 bug 死掉还怎样的。好，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那个Fallout 7，这是 Double Ending。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拜拜。